欢迎来到 PVJ 资讯频道，只要发现一手资讯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，希望能送出手里免费的长按点赞三连。回归正题，根据植物大战僵尸的官方发布的爆料，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中旬，惊魂万圣夜秘境限时开放，万圣节主题地图全新机制玩法，一大波万圣节主题僵尸即将来袭，更有全新精英 BOSS 南瓜骑士登场，可以敬请期待一下。目前只放出来一张图片，看图片里的南瓜骑士还挺酷，骑着黑马，马眼睛还泛着光，他手里呢拿着一个扫把，有点意思啊，就不知道具体上线会变成什么样子。图片中还有万圣节的系列僵尸，看起来都还行，可以期待一下。然后 2.9.6 版本更新后，秘境钥匙的最高储存上限将由3枚调整为7枚，可以更快解锁困难关卡。还有粉丝发来的爆料，两个新头像，一个是香肠小鬼僵尸，一个是这师傅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两个头像你更喜欢哪个呢？可以评论区留言讨论一下哦。本期视频内容就这么些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友好讨论和补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点赞关注评论。